Sí.音乐就有很多的变化，其实很多东西都来自于现场的一些感觉啊，然后会是一些临场的反应。那当然，热闹的音乐跟情歌、rock 啊、disco 都是绝对会有，所以我相信气氛一定是非常。对，一定的。那叮当冰淇淋要不要讲一下？在哦，可以吗？会准备什么？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垦丁春浪音乐节，那非常开心，非常期待，那还是希望可以能够把更多的多元化的音乐带给大家。可能大家一直都习惯听我唱情歌，但当天其实自己也不会让自己太安逸。希望可以能够有比较，比方说舞曲啊，比较性感的部分这样子，然后有 rock 的部分。其实我都好期待可以能够跟阿月跟 MC Hado 让大家一起合作，因为之前他们有帮我写过歌，所以都非常非常的期待。在地上刚也是要翻少一点嘛，就是承诺嘛，会多少啊？多少要看歌型吧。对啊，这次我觉得歌的部分，因为我最近也在准备我2月14号在上海的演唱会。所以，到时候也会把一些比较浪漫的、跟性感一些元素加入到这次春浪的演出上。阿月要不要建议叮当啊？穿哪样少一点？因为你比较了解。啊，最好我很了解啦。没有啦，就对他说歌型嘛，对不对？他真的在练身体嘛，对不对？我刚才听讲，对，身形也很重要啊，这样子。对啊，我就觉得开心就好了。我觉得不一定说一定要怎么样，因为你到一个习惯的环境或者你舒适的环境，那个心情肯定会受到影响，然后再穿衣服，再配衣服上面，它一定会也有很大的影响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自然，而且这个活动它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很音乐性的活动，所以也不用太拘束，但是就是自在一点就好，对。那你有准备一些特别桥段吗？这一次就是跟热狗还有跟顽童一起啦，对，因为我们三个一起做的，虽然我们是同一家公司哦，但是也三个一起做一件事情，其实还没有机会，也没有很多。那这次有机会可以三个一起，那这个我觉得是还蛮特别的一部分哦。对，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写歌都乱写这样子，那一下子写写这个，一下子写写那个，然后很少就是有很嘻哈的感觉。那跟他们在一起，就可以回到那种很嘻哈的感觉，我就觉得还蛮爽的，因为我自己也老了。有时候你说像热狗说他裸那个气氛，我就啊也不想裸，然后就觉得有点累。但是跟他们在一起，就有回到年轻的感觉。对，顽童要不要说一下这次的内容有些特别精彩？这次主要就是跟热狗还有阿月就是一起表演嘛。其实还蛮酷的，是因为我们其实之前也没有什么太常一起合作的机会，但是其实这次编排的表演，其实我觉得都还蛮精彩的，然后会蛮屌的，然后我觉得跟以往是很不太一样，所以应该会蛮酷的，然后对，蛮酷的。会不会觉得有压力跟这些前辈？其实还好哎，其实还好，因为他们就是在公司就像我们大哥一样，就是像亲兄弟这样子，然后很照顾我们，所以也没有什么压力啊。大家就是表演跟做音乐，就是抱持就是开心啊玩的那种心态这样子，然后把音乐做好，把表演做好这样子。对。哇，你插个题外话，就是昨天台南市长赖清德，就是有赖清德特别点名，就是可能几位圈内的艺人代言那个酒类的广告啊，然后是不是就他说是不是间接助长这个酒驾的这个？阿月老师有代言酒驾活动这样子，然后想请问一下，您觉得会吗？有直接关系吗？直接没有直接关系，那跟敬酒算了啦。对啊，我觉得那个没有太大的关系啦。对啊，那就像烟也是一样嘛。对，我们烟那现在你除了说像烟，的售价越来越高，然后再就是说它在上面的那些标示啊越来越多，对，那个也是要抑制。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由的社会，自由的国家。那既然没有禁酒的话，那要怎么样去做？那有另外的方式嘛？对，那我就觉得代言这个东西其实就见仁见智，要么就提高那个
酒的售价，要么就是在那个酒瓶上面有很多的这些警示这些标语，差不多就跟烟一样，我觉得就够了。那你说要禁止代言，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帮助。老师，那你自己觉得呢？你之前也有代言过酒，现在也有。现在的话，那你觉得有市场上希望就是艺人不要代言去代言这样的酒杯。其实我首先我非常感谢啊长官的关心啊，对，真的非常感谢。那再来，我觉得因为我们代言的这些相关的商品，它都是属于呢一个法定年龄才可以去购买的一些东西。那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的民众应该有本身就有很怎么讲，很这个道德标准，不是，因为我觉得应该是长官应该要了解我们人民其实有自己的这个自制力，没错。对，他知道，并不是说我们代言酒类，就是提倡说，酒后驾车，卖房子就是提倡炒房，卖泡面就叫人家不要吃饭，不是这个逻辑。对，就是说让大家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对，就大家并不是这么无知，我觉得。好像每次那个唱歌表演都非常精彩，今年尾牙接了几场。嗯，这个我不知道。你觉得今年的景气比较不好吗？景气不好，那是整个大环境的因素。对啊，这个我们也不会去想太多。对，老师，那你以后代言会不会特别注意说代言的方向？当然，我们还是从这次的这个经验，我们会去更多的去了解，或者是选择这样子。那我觉得，我觉得其实有点模糊了这件事情。那么，在很多角色来讲都没有找到一个最好的方式去解决。当然，这个长官的想法我们都听进去，我们也会慎重的去思考每一次选择的工作的方向。好，谢谢。